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平，我是月江。月江好久没有来上镜头啦，对，所以有点不知道要说什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无包装商店的最大家，就是无印良品啦。那这一家呢，最近台湾的一些部落客吧，还有日本的部落客都有在报道说，这一间东京有名店就这家。它这一间呢是无印良品系列中全东京最大的，它东京最大，对对对对，所以它有四楼，那我们就直接拍那个边拍边进去吧，那就 Let's go。你看无印面包，还要帮你配那个奶昔，饮料奶昔。从这边买啊，就是上岛，对啊，它还有那个简餐区，等一下给大家看。我想喝咖啡。好、哦，它有卖生鲜蔬果，基本上东京都里面还有一家店是像这样子的，茶叶的无包装，而且还帮你配，有没有？茶叶调配工坊。全部都是用那个塔吉帕内鲁的，就是压的，这里非常有质感的那一种咖啡啊、豆子啊，对啊，都有哎、欸，谷物、干粮。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捐的。期限还有两个月以上。对，要捐的，这些都是可以捐的、欸。哎呦，这环保做得很好呢、欸。只要两个月以上的东西都可以拿来捐。哇，这里面有咖啡的味道啊！马苏马努这些也可以放，这些饼干。我觉得他最强是顺便还卖那个保鲜盒，这个很好哎、欸，这很强。粉啊，咖啡豆，还有没有煮过的，全部都放在上面，超漂亮。十克其实有点少，所以你算一下你要多少？一百四，可是一定要二十克一次。35，确定？132块。走。我直接就没事，刚刚这一瓶。你要结账才可以吃。对，是说真的，有强迫症能看到这个真超爽。这就是强迫症爱的地方。你不觉得看这样看就是很舒服吗？无印良品的咖啡。里面也有啊，这边也有，它就是给你一直装，然后每一克4块，二十克开始，然后你就是想要怎么拿就可以。这不止这边有啦，有一些店里面也有。我们在这边看到了非常多的商品，然后他们还卖一种商品，他们直接把家给卖出来了，喂，阳光的家，有没有看到1615万，含税1777万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好，那在它的三楼呢，在袜子的正对面，它是卖那个哈卡利乌利的洗剂、食器的啊、衣服的啊，这应该洗浴室的、厕所的，然后这也是洗剂，酷，想买多少就拿多少。哇，女生衣服这边，喂，
它这个是你想要多少就买多少的围巾，酷，给你比例尺来用，180、160、200，那我拿一个400的好了，这多少？10公分290块，1公尺就，哦呦，2900哎，天哪，有点小贵。然后现在又想要帮他老师那个用一下刺绣，这边应该除了这件以外，其他间查一下应该也是有，但就是好不容易来的，就稍微用一下吧。好，逛完出来了，简单买个东西，然后带大家看这个无包装的部分。那这个东西其实也只有这一边才有，那其他地方都没有。对对，然后饼干的部分，东京都里面有一些店，然后但是要去寻找一下。那今天介绍这间超大家无印良品就到这边啦。那二 PTP 主要会分享的影片会是像这样子环保的东西，还有数字开箱东京露营旅行。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点这边的照片，这边的照片来订阅我们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